我係華姐，香港嘅疫情係非常之嚴重，但只要大家一條心防疫，一定能夠戰勝今次疫症嘅。首先，我向防疫嘅前線工作者、醫務人員、義工朋友講聲多謝，多謝你哋為香港人嘅健康所付出嘅所有心血同埋努力，辛苦曬。亦都希望喺呢度為被感染嘅朋友祈求，喺各方面嘅配合之下，大家可以盡快咁康復。我更加深信所有的市民为了家人，为了大众，为了自己，一定会更加谨慎和更加小心，戴好我们的口罩，减少聚会，面对疫情，每一个人注意多少少，我们就会多少少的力量，我们一起加油。